害怕什么，然后你又不能，因为你又不能太怕什么，然后你又不能心态，比如说你太厉害，然后赢太多，好像他们让他发觉很有趣。对然后你又觉得太烂了。长官就觉得我们这样很无趣。抗战停北到三电法泰山准备联合国军备。那我还是站哨。上次跟我说就是
书，有两个，如果用台湾可以的话，有一个就是可以扫码嘛，因为它不是有就是可以扫码，是那个支付方式，它这边如果里面就是可以扫码的话，就用那个另外一个缴税那个程式，就直接输入你要缴多少税，是，直接输入，我后来是用那个扫码，扫码，就他现在。他原本是说是这个礼拜今天达成数嘛，然后后来又说23号又要达成23号。
可能就是想去静怡啊，静怡是这样，他也是住静怡这样。Thank you.